完蛋。这波不会是我输了，我不应该 Q 起手，还是不能 Q 起手，我以为他反应不过来，但是他真的反应过来。一次重大的抉择。这边夺了我两个，我用 Q 得小心一点。可口的静脉。又被夺 Q 了，啊！Q 还是用随意了，我把他当成那种呆瓜了。小云其实没那么呆。
之一。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鸟的名字。我无所求，确实烦恼。血块冰窟，这防御塔能打这么远？我的杯子已经空了。吸一口就加300点血。